早前因为和前天王嫂熊黛林拍摄金利来时装广告而传出绯闻的陈浩，近日现身广州出席品牌活动。当天在活动现场，只见男主角陈浩到场，但是女主角熊黛林就缺席了，剩下陈浩亲自揭幕两人拍摄的这组金利来秋冬时装照。除了陈浩和熊黛林两位明星加入，这次的时装照更是邀请到国内顶尖时尚摄影师陈曼参与。说到自己和两位名人的合作，陈浩笑言非常愉快，包括跟时尚界数一数二的大师陈曼老师，包括我们那么可爱的戴琳小姐，我们也是同行，都是演员，合作特别愉快，而且拍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此次时装照的拍摄是国内首例在男装拍摄中启用女性角色，虽然拍摄焦点还是在陈浩身上，不过他就说因为熊黛林是模特出身，所以比自己更熟练。采访中陈浩更是多次提及合作愉快，看来两人第一次合作擦出不少火花哟。不是同行，都是演员，但黛林要比我更熟练一点，因为他之前是做 model 的嘛，对吧？我们是第一次合作，但是合作的特别愉快，在北京拍的也特别的愉快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